王泽话：葛优系老夫子，刘嘉玲系林小姐。有个演员根本唔需要化妆就得噶，嗰个叫咩？嗰个叫葛优。葛优 ？Yeah， 葛优，大陆嘅 ，Yeah。系。Yeah， 我觉得佢好似唔使化妆，直接就系老夫子，一人同佢整两条须。因為他很適合，不過現在他年紀大了，但他也有拍喜劇片的，有，他拍喜劇片很適合，不過現在年紀大了，再加上他名氣太大，因為找他拍片可能要50倍的價錢。陳小姐過去，漂亮的電影明星有很多，由過去到現在，都有很多，幾乎有很多都挺適合的。會不會考慮忠實粉絲嘉玲姐？嗯，嘉玲姐適唔適合咧？劉嘉玲。哦，佢問我，佢係林小姐。因為老夫子除咗陳小姐係一個固定女朋友，12個，佢仲有其他11個。幾乎排第二咧，就係林小姐。林小姐係長頭髮嘅，咁啊，佢就林小姐嗰個面就比較稍微窄啲嘅，咁啊，嘉玲佢話曬我話你係林小姐，佢話等，但係我冇長頭髮，我短頭髮喎。我話其實唔緊要啦，我可以將林小姐嘅頭髮剪短咗。